你输的是什么叶啊？想你的叶。风光细上，我自靓仔。吃香蕉。啊，这里。吃一个，咬一口。再咬一口。谢谢你，不好意思。我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就是能让你心情愉悦的地方。什么地方能让我心情愉悦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，这边这边。干嘛的？啊？去干嘛？你先进去嘛。这是咖啡馆吗？不是不是，你进去。我们回头要带着上去的。有小羊。那叫羊驼。吐口水啊？吐了吗？嗯。刚来了一大波人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你过来看，过来看，这个是浣熊啊。哦，这个干脆面是吧？不是，这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就小浣熊嘛。不是，复联里面那个火箭啊。是他呀。对呀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火箭，火箭，火箭。有人吗？啊？要不要拍照啊？那你跟羊驼可以拍个照啊。嗯，好。来，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，手机给我帮你拍。来，谁看我？哎，来抓他头，抓他头过来。